九啊，三七，报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啊？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关门。端午节给你们发红包。嗯。谢谢哥哥啊，谢谢爸爸。嗯，来，谢谢爸爸。嗯，来，给你的。谢谢爸爸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抖音。小地方妈妈课堂开课啦，孩子咳嗽老不好，多半是装的，打一顿就好了。吃不光打火机，哪里不会点哪里。挖掘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你要问我强不强？我是山东大郎。你们都看我干嘛？钻石很久远，一颗就破产。这女的你没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那怎么救我？奇怪，奇怪。哎，今天是什么节日来的？今天端午节啊，端午节。哦，对，端午节。哎，端完汤，来。挺激动的，谢谢。端完汤，端完汤，哦，安康，安康，端完汤，端汤，谢谢。来，端完汤，端完汤，嗯。我没有中奖。嗯？不是被你抽烟吗？你得了。行，没事。你先说。我不就是啊。谁啊？你先说我。没有事。抖音，报数，三、四、三、四、四、五。哎，你没有什么超能力吗？超级帅啊！我超聪明啊！哼，我超有钱，爸爸。什么？爸爸？哎，喊你有什么？爷爷？什么？爷爷？喊你有什么？祖宗，哎，寒暄有分啊！祖宗祝你一路长虹，从年头补到年尾。嗯，谢谢。哇，连爷爷都能懂，还能懂？